送给大家新加坡系统，欢迎。都在我们这块宝土上成立他们东南亚总部，在此丰富经济经商的先天环境支配下，造就了经销商们更容易开拓国际会员，更容易打造全球一招网，领到全世界。欢迎，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李新平领导人所领导的马来西亚系统，请进场，欢迎。我们在地的热情，给我们这些海外的伙伴热情的掌声跟尖叫声，欢迎他们。我们各国代表今天齐聚一堂，象征着台湾立足台湾迈向全球，也象征着全球的人们都认同 HC Life 事业。Welcome to Taiwan. Thank you for coming. 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一群从海外来到现场的伙伴们。接下来我们一样要邀请我们的吴董、唐董以及我们的陈副董来为我们进行授旗以及授证，有请。首先，我们要授旗的单位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系统哦。马来西亚的朋友 ，Hello， 耶、yeah ！欢迎你们来到台湾，也欢迎你们选择了台湾最棒的企业 HC Life，Thank you。接下来是我们 Singapore， 新加坡系统。我们新加坡的伙伴在哪里？耶、yeah ！恭喜你们选对了台湾最棒的企业，台湾最棒的系统 ，HC Life。接下来受证的单位是来自东协系统。呀、yeah, ，他们说来自我们的印尼、菲律宾、越南以及泰国。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的服装看到，他们为了表示重视，他们也把他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服装穿到我们的台湾，登上这个荣耀的舞台。谢谢。接着要受证的单位是来自我们中国香港系统。欢迎，这些都是我们海外的好朋友，相信 HC Life 有他们的支持，有他们的帮助，我们对于放眼国际这件事情已经不远了。再一次谢谢我们以上四大系统，同时我们也请吴董、唐董以及我们的陈副董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与我们这远道而来的四大系统来一张荣耀的大合照。来，我们的掌旗手可以靠近一下我们的吴董，靠近。好，
一样，我们前方的这个拍照手拍完之后请帮我蹲下，谢谢。我们最前方舞台前方的拍照手请帮我蹲下。接下来一样，看我们大会的摄影师，我们要留下一张非常完美兴奋的照片，谢谢。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吴董、唐董以及我们的陈副董，谢谢，请回座休息。